大家好，我是青春制作人代表张艺兴。青年兴则国家兴，青年强则国家强。在这里，有100位怀揣梦想的青年，站在青春有你的舞台上，正在努力成为有理想、有本领、有担当的新时代新青年。越努力越优秀，追梦之旅从这一刻开始。努力只变成为一眼中期待，守护你绝不会